欢迎收看《亚洲奇王》，我是曾英杰。那么今天呢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那在今天呢，曾老师呢特别提前呢一点的时候到摄影棚来录影，为什么呢？啊，这个啊，其实前两天你各位投资朋友也知道，曾老师办了一场讲座嘛，台北、台中、高雄嘛，然后这样跑来跑去嘛，然后最近呢天气又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昨天呢睡了一觉之后，今天早上起来，曾老师整个人呢其实很不舒服，刚刚修过我的发修啦，所以下晡呢要去看医生啦，所以在这边呼吁呢全国的投资朋友，哦，这个赚钱啊，操作赚钱啊固然重要，但是呢这个身体一定要顾好哈，要不然像曾老师这样，今天真的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一大早呢，我今天大概6点多就起床，然后大概7点半我人就到公司，然后呢为什么？因为要带会员操作啊，啊不能说因为个人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咧，然后就忽略了这个会员的权益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有操作，只是今天曾老师咧提前一点，哦来到这个摄影棚来录影，录这个现场直播的这个节目。那今天行情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行情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一点还没收盘，此时此刻一点的时候，10月期指它是长这个样子，今天呢，它是出现一个先杀，然后再拉。接下再杀，然后再拉了一个格局，也就是说今天是一个怎么讲，区间震荡盘。那在今天的行情里面，其实我想如果我没猜错的话，90%以上的投资朋友，哦，90%以上的投资朋友其实心态上都是偏多。为什么会偏多啊？很简单嘛，因为上个礼拜五大家都知道美国大起几点，200几点，对吧？啊，起200几点的时候啊，投资朋友最喜欢看国际股市来操盘，在心态上你一定会想做多，可是你会发现哦，今天不是不能做多，各位，但是你做多的点位要是不漂亮的话，你是很有可能被扒到的哦。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什么投资朋友，如果你今天做多没有赚到钱的话，它原因出在哪里？我们把整个图咧把它印下来，这个是在早上大概到10点42分的时候，我把它所列印下来的这个图，它是长这个样子，我想大家看到都一样。那今天这个盘咧，如果你是在一开盘就跑去做多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早盘急着做多的人，你今天一定会被扒到。为什么？因为当早盘来这边导播拉近，早盘开盘的时候呢，它几乎开在呢接近9000亿的地方，那这里呢几乎是到目前为止几乎都是今天的高档地区。那如果说你今天很急着在9090以上就跑着去抢多单的话，那么可想而知这一段下杀的行情，它最低打到9056，你所设定的30点停损一定会打到，对吧？一定会打到嘛。所以今天这个点位是什么？谁买的漂亮，谁就是赢家。那当然，我也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会有一个习惯，你做了多单之后，很多人的坏毛病是什么？做了多单之后赔钱了嘛，赔钱就不管他，就跟他凹，凹到没赔为止。那就算你今天是这样做，可是我也能想象得到，在今天的行情里面，你还是一样没有办法赚到钱，虽然你没有赔到钱，而且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做法。我说过，凹单呢，绝对是毕业呢，绝对是会让你毕业的一种方式。那当然，今天呢，你很侥幸的没有赔到钱，可是相对的，你也没有赚到钱，因为你了不起就是凹到呢，没有什么输赢出场。这个就是很多投资朋友今天的一个做单的方式。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今天到底要怎么样做多才会最漂亮？当然是来到低档地区嘛，比如说来我们看一下轰天雷，比如说大概在这个地方做多嘛，或者是这个地方做多嘛，这样才有机会掌握到价差嘛，对不对？那问题是讲起来很容易，那做起来容不容易？做起来一样也可以很容易。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只要有一套系统的话，各位，你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今天所有的低档地区到底什么点位才是最佳的买点。那真的是如此吗？那我说了，今天如果说早盘急着做多的人一定会被扒到，原因何在？因为你不晓得低档地区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早盘去做多，你很有可能被修理到。那你来看一下哦，以目前的行情来看，今天的行情来看，到底要该怎么做？很简单嘛，一定就是要先空然后后多嘛。那为什么知道要先空？原因何在？就是因为知道还有更低一点嘛，所以当然是先做空再做多嘛。那我们是怎么做的？你来看哦，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你也来看一下哦。首先，在今天早上，很多投资朋友挤着去做多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的8点52分就出手了，而且我们跟你的做法完全相反。你来看哦，期指目前在9085附近，
我们就直接请会员试驾做空。这是我们今天早上8:52请会员出手动作的第一笔单。8:52出手，9085附近试驾做空，这个不管试驾定价，全部都100%穿价成交。因为隔了5-6分钟之后，它绝对有足够时间让你能够穿价成交，最还有来到这个9090以上，还有来到9090以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为什么我们会先做空而不是先做多？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嘛，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这套系统，其实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它就已经告诉我们今天的支撑的点位，最佳的买点在哪里。那真的是这样吗？各位，我们在今天早上8:45的时候，我们就发了一通讯息给全体的会员。我想呢，每一天我们都会做这件事情，每天一开盘，我们会借由来8:46，会借由这套系统来，这套系统每天在一开盘的时候，就是它做当冲的投资朋友一定需要这一套软体。为什么？因为这一套系统它可以每天一开盘的时候就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像今天来说，它会告诉你今天的支撑就在9068附近，支撑就在9068附近。那么8:46，这我们全体会员不分等级，全部都收得到，支撑就是9068。那么我们试着把时光倒流回来哦，如果当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开在这里，开在这里的时候，它是开在9090附近，9085以上。如果你知道往下还有低点的话，你是不是就不会急着在这个地方去做多？对吧？所以是不是我说过了，是不是有工具跟没工具真的会差很多？当你今天早上你收到我的讯息是在8:46的时候来拉近，你收到这通讯息，这通讯息的内容就是告诉你今天的支撑在9068附近。那么我们把时光整个倒流回来，当时开盘开在9090那里，你有这套系统，你也知道今天的支撑在9068，你会先做什么动作？你当然就先做空嘛，不是吗？一定是先做空杀下来到低档地区再来做多嘛，不是这样吗？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要做空？为什么知道要做空？因为我们在一开盘就算出来这里就是低点嘛，那这里是低点之后，这边能不能先空，然后跑一趟短线，让它跌个34点放在口袋，接着咧，我们的系统用户在今天8:47就预挂这些点位做多，是不是也跟着成交？仙人指路的系统用户在8:47，各位，我们只要吼支撑压力一出来，我们一定会在仙人指路的用户讯息里面发这样的讯息给我们的系统用户。发什么样的讯息？8:47，当支撑压力一算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告诉他们，今天所算出来的支撑位置9068上下两点，请预挂这些点位附近来做多，并且怎样设好25点停损。仙人指路的系统用户在8:47就预挂了这一笔单，那这一笔单它当然呢会穿价成交。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哦，就今天而言，最低点它落点就是在9056，是在9:30的时候。那你8:47就去挂，能不能成交？这绝对能成交。成交的地方这边请导播拉近，就在我红色画圈圈这个地方，各位有没有看到9068嘛？就是这个地方嘛。那做多完毕之后，整个拉远，各位都可以看到它最高冲到9110，不是吗？所以今天的棋子的操作，要成为赢家的关键在哪里？就是你必须要有一套工具来告诉你，这里才是真正的买点。既然这里是真正的买点，当早盘开在9090附近、908几附近的时候，你应该先做什么动作？当然就是先空下来，来到低档地区回补掉之后再做多上去。各位，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我们是不是这样做？那9068，你说我们后来到底出在哪里？后来我们出在哪里哦？各位，我们接着往下看哦。后来行情是不是涨到9110，对不对？我们很快的来到了10:03，10:03的时候，9068的支撑点多单，我告诉我们短线的会员，可以在9098附近试驾来做一个出场的动作。短线会员可以在9098附近试驾做一个出场的动作，那当然他一定可以穿价成交，因为10:16才出现呢今天的一个最高点，它叫9110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短线会员我们在9098出场，是不是又出得很漂亮？买也买得漂亮，出也出得漂亮，这一笔单再涨60点。所以你说棋子的操作其实有什么美感？美感在哪？美感就是像个鸡翅头较硬，像个鸡翅头较强，
像的话都跌一缸，看柳吉，而且这个赚到钱，这不是说你要做个肉肉等，唔免哦，各位，10:03，各位来拉近，短线会员9068的一个支撑点的多单，可以在9098这边出场，这个开盘啊，各位8:45开盘，来到这里也不过呢，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按照这个方式来做，谁说棋子当中要做5个小时？你好工具好方法，1个多小时你就可以收工了。今天这种行情，各位，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方式先做空再做多，各位短短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高到四点拢两口单清空嘛，支撑爆掉嘛，落34点嘛，支撑做多来个9098，你跑个短线出场也能够再涨个60点。那看来看去今天的行情，我们看一下洪天磊今天的上下区间，其实也差不多40-50点而已，不就40-50点而已。可是如果你有好的工具的话，今天它的涨跌点数它叫94点啊，而且只是1个多小时的时间。重点是到底你有没有这样工具？而且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哦，今天这个9068、啊，真的你说它真的很巧，有多巧？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次来的时间，11:07，过来一盖，第一次在这里冲上去，第二次在11:07。你说为什么这么刚好？不相信我给你看，是不是真的11:07有来？来，各位，这是11:07，期交所的成交明细，9067刚好就是今天的一个低档地区。你说这一段你错过了，你不敢做，这一段来临的时候，你有这套系统，他7早8早就告诉你9068可以买。各位，如果再把这一段算上去的话，不用多，再20点两口单，再40点，今天又超过了130点了。这边两段是不是94点？你说你想再多做一趟，各位，这边11:07哦，11:07他再来一次让你穿价成交。接着我们来看洪天磊现在多少？9087，这随便便一口单20点都跑不掉，随便便一口单20点都跑不掉，那两口单它就是40点。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很多投资人一直希望能够在这个期货市场上赚到钱，可是因为呢没有找到方法，没有一个客观的依据，所以你会像什么呀？瞎子在摸象一样，因为都傻不，暗不不傻不，你听我意思不？就像今天，你看到美国股市在涨，所以你早盘急着去做多，这一段莫名其妙被扒，莫名其妙被扒。那就算你没有被扒，凹到没有赔出场，你今天还是浪费一天啊，不是吗？可是如果你有工具的话，我说了，你有工具的话，早盘1个多小时的时间先94点入袋。接着你想再多做一趟，11:07，刚好最低就来到9067。你说9068去做多，怎么会打到停损？那说穿了这个点位，你需不需要猜？你不需要猜啊，各位，我也不是用猜的、啊，是他算出来告诉我的、啊。他算出来，我看到之后，我发讯息告诉会员，就是这么简单。成为赢家，你就是先把工具找到，好，先让一套好的工具陪在你身边。各位，那这种结果呢，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是呢稀松平常的事情，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当然我们还是强调一下，所有的专业操作分析我们都只是在分析指数的涨跌点数，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法令规范我们分析专业操作绝非保证确可获利，金融市场风险与报酬共存，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那么今天呢是10月6号，今年啦、啊又即将结束了，已经来到10月了嘛。接下来11月、12月呢，他呢，2014年就将画下一个句点，在这个地方，曾老师呢，从今天开始要推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很简单，你一定看得懂。从今天开始起算，一直到年底，一路到年底就是怎样，要发发，也就是说你早一天动作，你就多一天，让你划算又满意。真的划算又满意吗？各位还没完，要发发这个活动啊，你马上行动的，我再多送你2样东西。各位这边请导播拉近，这是我15年以来的实战技术操盘教学光碟，期权15年实战技术操盘教学光碟这一套东西，我希望给有心要参与这项活动的投资朋友立即行动的加赠。有期权教学光碟4片，真的有4片吗？我给各位看，我打开给各位看，真的有4片啊！这4片都是我亲自录制的实战技术教学光碟，在这边，
拢总有四块，一、两、三、四，有四片。这四片就是希望讲，你不但跟着我们来做，你还把这个东西带回去之后，透过一遍又一遍的复习，去了解到底要怎么样操作期货，还有选择权。那这个选择权的讲义我今天没带出来，周选择权的实战手册，可是我要告诉你哦，我们之前印了很多，印了快1000套，拍写基本上库存只剩20套，我必须要跟各位讲，真的只剩20套，之前1000本呢，都已经呢发送出去，都已经发送出去，哦，给这个，有成为我们家族成员的几乎每个人都有，那已经快没了，那我就想说，干脆的也快年底了，干脆把这库存的剩下这20套，我呢就让这个立即行动的人，把它给送完为止，但是我必须要讲哦，先讲在前面哦。万一呢你手脚比较慢的话，你后面才动作的，你进来后面才动作的，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个呢还是一样会给你到年底，可是这个可能发完就没了，我必须要先把话讲在前面，我必须要先把话讲在前面，这个送完真的没有就没有了，我没办法生出来给你，我没办法生出来给你，你说要再印吗？你说要再做吗？那个一做就要1000套，那成本会比较高，我只是把我仅存的剩下的这20套，各位配合这次的活动，要发发活动，立即行动的，我会送你期权教学光碟4片，还有周选择权的实战手册。哦，周选择权的实战手册，这库存呢，我今天算过，请我的这个操盘手呢帮我算了一下，大概有20套左右，大概就真的剩20套了。哦，再多也没有了。好好把握这样一个机会哦，年底啊，年底前，各位，我说了早一天你就多一天，务必善加利用。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们休息一下。爱的滋味，想忘也忘不了。忘不了。亲像爱滋味，欧蒙尼孙西，切切欧蒙尼，甲幼咪咪的孙西，搁有酸甜啊酸甜的往来来开鼻，啊，无怪无食会伤，食一嘴着。忘不了怀念的。我比方啊，请困来推荐爱滋味欧宝尼孙西，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运动健康要愉快，要多吃三 A 尾鱼块，有优质蛋白质和三 A 鱼油，轻食又方便，让老公的尾鱼肚变人鱼线哦。高野家三 A 尾鱼块，高野家。齐王团队期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很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02-2578-3777。第二个时光，永远少不了的陪伴。台湾小玉包种凤梨茶，喝小玉让您万事都如意。包进拢来哦。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鹏鹏升级了。添加天然有机玫瑰精露、珍珠粉，让肌肤白里透红，超乎想象。我爱玫瑰，更爱蓬蓬。蓬蓬香芋乳 ，Nice 蓬蓬。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已经将近一点半的这个十月期指的走势图，也是同样在908几只勾来勾去，勾来勾去。那么今天这个行情呢，其实呢，我说了，你只要有一套好用的工具的话，各位，早盘这个地方啊，你是会知道要放空的哦，而不是跑去做多。那你在今天早上这个早盘你做多，你做错这第一趟啊，我跟你讲，那个常常呢，有时候做单是这个样子，你第一趟只要被扒、啊，各位有些人还会怎么做，你知道吗？这个杀下来啊，不小心又空在这个地板。所以说，你说工具重不重要？工具当然很重要，工具当然很重要。问题是，什么样的工具它才能够让你知道今天的买点是在这个红色圈圈的地方？当然就是它，当然就是它。为什么？因为我想，你只要是我的家族成员的话，你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你一定会收到一通讯息，上面写的非常清楚，今天的支撑它就是在9068附近。那所以早盘呢，当开盘没多久之后，你第一个动作应该是先空还是先多？当然就是先做空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系统会告诉你今天还有更低点在9068，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你就是一定是先做空嘛，对不对？那做空完来到的低点地区，我们把它出掉之后才来做多嘛，应该是这样嘛。而且我说了，好工具好方法，你刚才几点瓦金的时间而已，你就可以收工了。为什么？因为这笔多单呢，我后来请短线的会员在9098就做一个出场的动作，那涨了60点，早上的短空跌了34点，这两段呢就94点。那你说你还想再多做一趟？可以啊，再多做一趟是在11点07分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你还会再成交一次。这一段下杀行情我们虽然没掌握到，可是这个地方你再做多一趟，是不是还有一次机会？而且这个机会我说随随便便20点跑不掉，20点绝对是轻松。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点跟这个点几乎就是今天的最佳的一个买点，不是吗？问题是，如果你没有这套系统的话，你怎么知道呢？它是最佳的买点。所以我说，很多时候，当你用尽了各种方式，你其实所求的是什么？所求的就是今天到底可以买，哪里可以做多，哪里可以做多嘛。可是当你挤破头，你用尽一切方法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发现，你真的找到这个方法了吗？我想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找到。我认为啊，这个行情啊，你不需要去猜测，一切交给程式帮你计算，不是就轻松，而且事半功倍吗？什么叫事半功倍？点外钟的时间，九十四点，轻轻松松，免用药的，一开盘你就知，安尼不是上轻松的方式吗？那再来，选择权的部分，这边要告诉投资朋友。礼拜五、礼拜六那一天办演讲，我有告诉会场的这个投资朋友，我说这个周选择权啊，其实它呢很容易出现的倍数行情，可是它这个倍数行情，它有一个 timing， 那个 timing 一定要抓对， timing 抓对的话，各位你会发现，10月1号那一天，上个礼拜三，这个 timing 时间点抓对，方向看对一次之后，各位，全体会员做见证，9点买进。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5倍出场。接着10月1号那一天翻5倍，在之前9月29号，只是在礼拜一的事，上个礼拜一的事情，各位一样买24.5，这个是890的卖权，隔天翻3倍出场。有很多会员到现场问我，老师为什么你的选择权每次做，几乎呢10次里面有7次8次他都翻倍，为什么？我说他中间有一个技巧。这个技巧在哪里？这个技巧我说了，我会把它做成光碟，来拉近导播，在我的这个实战操作教学光碟里面的第三片，期权实战教学篇第三篇，周选择权到底是怎么走，你翻倍的机会才会大。认识周选择权，如何创造倍数的成绩，都在这里面，好，都在这里面。我说这一套啊，各位，这第三片在这里，这1、2、3、4，总共有4片。那我希望借由这一次呢，也快要年底了，我们的要发发活动，你立刻行动的，我们就要送你这一套期权教学光碟，里面当然呢，它还有周选择权的一个实战手册。那当然，这个除了这个实战手册以外，其实在这一套光碟里面的4片里面，有一套专门就是在介绍周选择权，
它其实是有美感的。你要怎么样去抓到那个最容易翻倍的那个 timing 啊？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你会发现奇怪，为什么我经常去做买方的时候，通常买的那个点数都太高，然后呢被时间价值给耗光光，然后到最后呢，不但翻倍很难，甚至于可能都赔钱出场。所以这里面它的 mega 啊，它的技巧啊，我说了，我都把它录影录在这里面，来拉近期权的实战教学篇第三篇，周选择权被拉走，认识周选择权如何创造倍数成绩。我说，如果你不是很懂选择权的话，这个东西啊，你更应该带回去看，哦，从今天开始起算，我说了一路到年底，就是要发发，就是要发发，你扎一缸，你就给一缸，让你觉得划算又满意。为什么？提前动作的，立即行动的，我会加赠两样东西给你。你想要了解周选择权的，除了给你这一本书之外，还会再给你光碟，送完为止。希望各位好好把握这个年底的最佳活动。我们明天见，我们明天见，谢谢各位。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意外之财却暗藏致命危机，詹姆斯法兰克，凯特哈德森，9月26日索命横财。好消息，好消息！曾老师如何以小博大战胜期权市场？曾老师与您分享，并把期权清代班实战操作技巧告诉您。就在10月3日、礼拜五、10月4日、礼拜六，会场并有神秘好礼送给您，每场15份，送完为止。10月3日在台北，10月4号上午在台中，下午在高雄。会场有神秘好礼送给您，送完为止，请勿错过。报名专线02-2578-3777，2578-3777。齐王团队齐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02-2578-3777。同学，你看你一天多没事啦，最近吃太好了啦，是消化不好，你就要喝鲜彩番茄吃好，全国第一罐帮助肠道做运动的爱滋味鲜彩番茄汁。好消息，好消息，曾老师如何以小博大战胜期权市场，曾老师与您分享，并把期权